到了登封，我们来到了中岳庙，本来是要欣赏这里的古建筑，没想到正好碰上每年三月举行的庙会，刚好感受一下别样的中原风情。最吸引我们的就是这台大戏了，对于村子里的老人来说，这就是大型演唱会。英雄就留美名，而远听